Beyun. Beyun，你何时回来的？为何趴在地上？来，起来，回榻上去睡。你忘了脱衣和靴子。自然头疼。我轻声。口渴吗？茶。醒酒。哎，慢着，有些烫。这几日去了何处？你一身狼藉，定然不在云深。下次可事先告知于我。自然会帮你。困了。等等，沐浴。很快就好。需得检查你身上是否有伤。夹在你手边。好，我帮你。如何？擅长。如有不适，及时告知。是吗？你觉得好，那便好。怎么来的？莽撞。别动，上药。先化开淤血，明日再处理。还有何处有伤？我没生气。但下不为例。
绝不可再独自一人涉险。亥时将至，就寝时辰，不必梳发了，散着吧。魏婴，过来。头还疼吗？不疼便好，歇息吧。啊，还有哪里疼？这里，这里，还是这里。你轻些声叫唤，我并未用力，十分尽力，你承受不住。你当真要是？好吧，但轻声叫唤，没事吧？可还好？很疼吗？我已说过，十分尽力，你承受不住。知道疼痛，便不要自讨苦吃。这样如何？还疼吗？上榻。我就在一旁，不会走的。这是兄长和叔父那边送过来的卷宗，白日尚未批完，不必，我可自行处理，你躺下便是。
方才你不是困了吗？怎么了？为何睡不着？太亮。好。不批了。无事，明日再批。无妨，你也累了，今夜先休息。魏婴，怎么了？还是睡不着？讲故事，当真不会。那是什么故事？从没听过。的确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种故事。那要我念佛经给你听吗？我只会念佛经，不会念故事。啊，念雅正集也可以。是吗？会更头疼吗？那便罢了。魏婴，别乱动。你确定要这样？那你就一晚上这样吧。